ゃぶ。これ食べる。食べる。あ、はい。 所以瓦萨比应该是现磨的。刚刚忘记问他应该要吃怎么样的顺序。白肉先吃。嗯，很新鲜。这点缀应该是因为现在是樱花季。嗯，它小西米也很新鲜哦。我看我的是干。哦，他说 potato。嗯，它虾是熟的。 回弹那种感觉，嗯，类麻糬。不是你马铃薯哦，本来它烧嘛，然后配上米，那个然后再那个米那个米，然后再加上那些 juice， 那个汁啊，哦，真的真 juicy。上了这鱼是口黑鱼。 自菜自物，莫讲啊！指引4400日内的私人预约温泉。我们的灵魂味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 甜虾、花枝、章鱼还有鲑鱼卵可以拿，所以我就办了我喜欢的。其实我每样都拿了，我拿了蛮多的鲑鱼卵跟甜虾，一点点的鲑鱼跟尾鱼，还有一些花枝、一块章鱼。如果好吃的话，还有办法再吃的话，可能应该会再拿第二碗。早餐一定要吃的温泉蛋。因为乌龙面。 这种凉拌乌龙面看起来就很好吃，所以拿了。来日本一定要吃的纳豆当早餐，来日式早餐一定要的味噌汤，然后要配纳豆跟温泉蛋的饭，还有一些日式杂菜，日式野菜啊、凉拌的山菜啊、鲑鱼、煎鲑鱼，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。 第一次全部料都拿，第二次发现好像这三种料比较好吃。